咱的菜价就一直一直有关吼。啊，往以落烘焙机来讲，咱的小白菜是上基本的民生小菜。然后伊一杯烘焙机嘛是25块的行情尔。如今即马落一个雨尔，即马咱的菜小白菜已经拢涨价啊，拢一杯爱40块，这是遮侪年来毋捌拄着的情形。那菜价真的是一直越来越涨越贵。尤其是叶菜类，几乎是买不下手的。哦，而看到说在寻求其他的叶菜类替代，叶菜类小白实在贵了下来。啊，所以用地瓜叶来代替？对对对对，而且它是指标性，小白菜是指标的叶菜类的指标性，它一旦涨的话，其他的会完全跟进的一直涨。